难息，这一望无际的天地却分明是一个囚笼，笑话还是觉得惶恐，如果还会心动，看温柔的眼神，忘了冷冷的伤势发作了，拿着。老子整天想找他们杀掉他们，他们却在四处找我，想干掉我。这样在山上玩起捉迷藏来了，整天这样你追我逃的，到底要耗到什么时候？没关系，你不让我练成剑法，我也不让你治好伤，咱们看谁能耗得过谁，老子有的是时间。走了，讨债的上门来了。修义啊，爹，快出手杀了他。哦，原来你们躲在这儿疗伤呢。王八蛋，快把皮魔剑谱和剑交出来。东方大侠，易少侠，外边袁啸天的大批人马已经杀过来了，我们无路可逃了。只要你们答应我帮我杀了他们，并且保证我不死，我就把皮魔剑和剑谱还给你们，还不行吗？走了，在这紧急的当口，敌人大举来袭。放屁！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小人，死到临头还跟我谈条件，门都没有。东方大侠，我这次可是真心诚意的啊！您是英雄豪杰，不会跟我计较的。只要您一句话饶我不死，我相信以后我肯定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做梦！我绝不会相信你。给我拿命来！水寒，不能乱动。不行，水寒，现在就要他的命！水寒，哦，原来你们运功到了紧要关头，所以才不来杀我。他妈的，反正左右都是死，不如老子先让你们陪葬再说。爹，哇！爹！爹！爹！
也不知道。在前面，大家上。走。前辈，师伯，伯父，师伯，东方兄，前辈，东方兄，前辈，沈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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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今，我们将辟魔剑再次封入地下，
希望以后辟魔剑不会再被奸人所用，天下从此太平。师姑，啸天，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我想带丹丹和龙秀回凡人谷。哎，你们要走了吗？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们说呢。不是我们，是某一个人吧。龙秀，你回去以后要多保重啊。玉哥哥，你也一样。当然一样，玉哥哥啊，还是住在啸天的家里，以后啊，有空就常来走动走动。啊，干娘，我打算带着我娘和心儿回擎天剑派好好整顿一下，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我想，我还是回石洞吧。龙秀，啊，你们来了，大哥。大哥，谁叫你一直不去看我呢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只怕有人要急得生病了，我们只好带。好疼！玉哥哥，好疼！啊，玉哥哥！哎呀，胸口！玉哥哥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不能有事，你有事我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嫁给别人了。在戏弄我！哎，龙秀！哎，龙秀，龙秀，龙秀！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这辈子也不会放开你啊！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，龙秀，我们成亲吧。你说要娶我，我就一定要嫁给你啊？哎。当初是谁坚持不喊我做师傅的，还不是为了跟我成亲吗？你好坏，就会戏弄我。龙秀，那你可真冤枉我了，我疼你爱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戏弄你啊？龙秀，我的感情路走得很辛苦，幸亏有你出现来及时解救我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同时也感谢老天爷把你赐给我，给了我无比的欢笑和快乐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哎呀，你让我怎么做才肯相信呢？要我把心掏给你吗？我相信你就是了，龙秀。
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！我要为你筹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给你一个圆满的家。我们还会有孩子。孩子，现在谈这个未免太早了吧？什么早啊？人家心儿早就有了，我这个做大哥的还不迎头赶上。好讨厌！我想过了，我们还不能只生一个孩子，要有七八个。你当我是母猪啊？我不嫁了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王爷，嗯，哦，四方门的继任门主东方玉要和龙姑娘成亲了，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嗯，吩咐下去，替我准备一对上好的玉镯，我要亲自去喝这杯喜酒。是。怎么回事？龙秀和东方兄这对有情人终于要成眷属了，我真的很替他们高兴啊。是啊，大哥这人啊，沉默内向，可是有了龙秀作伴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得开朗起来，这就叫天定良缘。我只知道这么一来啊，是锦上加金，我和丹丹啊，就更分不开了。人家在替大哥和龙秀高兴，你怎么又说到我们呢？其实最开心的应该是啸天和心儿，如今啸天已经当上了武林盟主，心儿又有孕在身，正可说是双喜临。有几名官差大人要掌门出去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六王爷满门遇害，震惊朝野，天威震怒，凶手武功极高，手段凶残，经过勘验断定是江湖人士蓄意谋害。袁啸天身为武林盟主，应负起完全责任，今命袁啸天三日内查出凶手并缉捕归案，否则朝廷必派兵扫荡江湖人士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想不到六王爷的下场会这么惨，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啊？王爷府内戒备森严，能闯进去杀死六王爷一家人，又能做得这么天衣无缝，一定是个高手。武林中卧虎藏龙，高手如云，皇上要你在三日之内就抓到凶手，未免太强人所难了。万一我不能在三日之内完成圣命，那武林中岂不是又要有一场浩劫了？我身为武林盟主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先别看了，喝点东西吧。好，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喝。怎么样，有头绪了吗？我已经飞鸽传书到各大门派，要他们注意可疑的人物，并随时回报，可现在还没有任何线索。三日的期限实在太短了，万一……星儿，你放心。星儿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保护咱们的孩子。我一定会捍卫这个家，绝不让任何人受到伤害。老管，这聘礼我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，你替我看看还差什么东西啊？这里的东西都可以用到明后年了，足够了。门主，你终于要成亲了，你爹在天之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行，你找人帮我搬进去吧。哎，是。谁？
紧，我不能实现对你的承诺，我不能陪你过一辈子。不，宇哥哥，你不能就这样抛下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宇哥哥不，宇哥哥，你要答应我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我永远不原谅你的，宇哥哥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？龙秀，大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真这样。我和玉哥哥明天就要成亲了，没想到婚礼竟变成了丧礼。龙秀，别难过，叫我怎么能够不难过？好容易才找到了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无能为力，救不了他。大哥这么好的人，到底是谁这么残忍，竟然在他成亲的前夕杀了他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小天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现在只有指望你了，我求你一定要找到凶手，一定要给一哥哥报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杀人凶手，替东方兄报仇。别再哭了，我知道您很伤心，我又何尝不难过，他也是我大哥，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振作起来，化悲痛为力量。大嫂，你告诉我，这是梦，这只是一场梦。龙秀，一直以来我都无法相信玉哥哥已经离开了我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原以为和他可以一起共度一生，却没想到落得生死相隔。我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？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？龙秀，别这样了，我大哥在天有灵，他也不希望你这样为他难过。如果玉哥哥真的在天有灵的话，他应该知道我多么想和他一起去死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一起，哪怕生死都不能分开。龙秀，不要这样，你还会遇到一个比我大哥更爱你的人，你千万不能有轻生的念头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再找到像玉哥哥那么好的人了。没有人会像他那样疼我、爱我、体贴我。是他让我懂得
什么是人世间的至情至爱。虽然我们没有来得及成亲，可在我心里，我早已经是他的人了。大嫂，请你为我作证。这辈子我不可能再有别人了。陆秀，你又何必自苦呢？我以我的手谋杀齐氏，我一定要为玉哥哥报仇。小姐，盟主回来了。查到凶手没有？那你找到线索了吗？你这个武林盟主是怎么当的？到现在都已经三天了，你竟然还查无头绪。龙秀，不许你对啸天如此无礼。哥，啸天身为五岳八派的武林盟主，江湖势力何其大，可到现在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有查到，他根本就是追查不力。啸天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要误会他。啸天为了追查真凶，都已经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。龙秀，大哥的过失大家都跟你一样难过，也想早日追查到凶手，可是那个凶手不但神出鬼没，而且武功高强，啸天他已经尽力了，你又何必再迁怒于他呢？啸天，对不起。不要紧，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情。啸天，如果三日期限已到，皇上说过要是找不到真凶就要扫荡武林，怎么办呢？为了不让整个武林遭到朝廷责难，朝野对立，我身为武林盟主一定要负起所有责任。我决定亲自赴京请罪。启禀掌门，钦差大臣到。钦差大臣。单公公，怎么没料到会是我吧？单公公，丹丹，丹丹，丹丹，啊，你又回到皇上身边了。是啊，世事无常，谁也没有想到我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，能够再次得到皇上的宠信，更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丹丹，这阵子过得还好吧？嗯，过得还好，可是有时候会想念公公。丹丹啊，算你有情有义呀、啊，也不枉我疼你这阵子。丹丹，我啊，公公，我已经成亲了，这就是我相公龙刚，见过单公公。单公公，人品相貌还可以，丹丹能够嫁给你，是你上辈子烧香得来的福气。我知道是我高攀了。啊、如今皇上派我为钦差大臣，要我来看看袁掌门是否已经捉到了那个杀害六王爷的人。啸天无能，有负皇上所托，正要上京向皇上请罪。公公，那个凶手身份诡秘，又神出鬼没的，要三天之内追查到案实在太难了。但那请公公帮忙，再宽限啸天几天吧。你放心，我这次来是特地来帮助啸天的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有了公公帮忙，啸天如虎添翼，一定可以抓到凶手的。没想到跟公公还有相见的一天。我更是想不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和你相见。妾身自知罪孽深重，只好一心向佛，每日诵经，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洗清满身孽障，更希望能为啸天祈福，消灾解厄。亲情的温暖使你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我真是替你感到高兴啊。但是有些事情是变不了的，就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指的是？公公，我们相识这么久了，
我很了解你的为人。你到擎天剑派来，到底有何图谋？你还是那么多疑呀。既然你可以洗心革面、潜心修佛，那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会痛改前非呢？公公，咱们明人眼前不打暗语，你能够重新得到皇上的宠信，又做了钦差大臣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你如此用尽心机、用尽手段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允妃呀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我老实告诉你，经过这次大起大落，我的心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纸醉金迷、奢华宴乐、身边没有一个亲信的日子了。真的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哼，陈峰，你说你是不是见到过有个蒙面黑衣人在你们剑派内出入？是，弟子确实看到过，还有他们几个也见到了。是是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大约在前天，还有上月十五。前天不就是玉哥哥被杀的那天吗？六王爷被杀正是上个月十五的事儿。原来我们找了半天毫无踪影的黑衣人就住在擎天剑派里面。绝不可能。陈峰，你别胡言乱语，随便栽赃嫁祸，说话是要负责任。元掌门，不管是事实还是诬陷，都要有证据才行。不错，如今无凭无据，怎么能说擎天剑派内藏有凶手呢？你看看这封信。不是真的，这信上写的都不是真的。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？里面到底写了什么？这是武林的一个人士写给我的一封密函，下面指控袁啸天不敢只做武林盟主，哼，还要称霸天下，造反称帝。单公公，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啸天的。没错，啸天虽然是蒙古人，但早已对朝廷誓死效忠，我心可昭日月。嗯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相信袁掌门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但是既然有人指控，我身为钦差也不能够不秉公办事啊。那就请公公及时处置，还啸天一个清白。好，那我就要搜查擎天剑派。没有，到那边来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别担心，我抚养无愧于天地，要搜就让他们搜好。这是刚才在石缝里发现的。啊，我记得这黑衣服，玉哥哥被杀那天那个人穿的就是这衣服，我还从他身上撕下了一块黑布。怎么，这是这是断魂纱，啸天，你应该认得你娘的东西吧？原来本性不改的人是你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哼。你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的断魂纱，我早已把它收在箱底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装模作样的。小天，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娘，你说呀，还是我来说吧。有人指控啸天密谋造反。单公公又搜出凶手的衣物，上面
用娘的断魂纱。你们的意思是怀疑杀死六王爷和东方玉的凶手是我？在事实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可抵赖啊？我没有必要抵赖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杀人，我早就已经洗心革面，一心向佛，我没有必要重蹈覆辙。云飞，让啸天在中原称帝，不是你多年来的愿望吗？这个愿望我早就放弃了，自从我遇到啸天的那一天我就放弃了。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啸天，你相信娘没有杀人？你相信娘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我是你娘啊？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证据确凿，你让他怎么信你？我相信娘没有杀人，我也即将为人之母，能够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情。为了孩子，她可以放弃一切，包括她的抱负和野心。啸天，娘为了你可以放弃回到蒙古，回到族人的身边，这足以证明她对你的爱，你要相信她呀。娘，对不起，孩儿错怪您了，孩儿不应该不相信的。啸天，单姑姑，我相信一定是有人栽赃嫁祸，存心诬陷啸天母子，请您明察秋毫，勿往勿纵。单公公，请您再宽限我几天的时间，啸天已向上人头发誓，一定会找到栽赃嫁祸的凶手，查明事实的真相。玉哥哥，你英灵不远，求你保佑我们早点抓到真凶。冬秀，冬秀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去多休息一会儿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害玉哥哥？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地拆散我们，让我们得不到幸福？你为什么？我没有杀他，你没杀人，那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走？现在咱们在同一条船上，我不想跟你们起争执。说得倒好听，你根本就是心里有鬼。我没有做亏心事，我心里也没有什么鬼。我念你伤心过度，我不想和你计较。别走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长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话呢？像你这种人有什么好尊重的？要不是看在啸天的面子上，我早就动手打你了。 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啸天，你来得正好，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，还说要打我。打你又怎么样？你杀了我玉哥哥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龙秀，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娘不是凶手呢？她的断魂纱明明放在凶手衣服旁边，就凭你几句话，难道想抹灭这些证据吗？龙刚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啸天追查了这么几天，凶手神出鬼没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他怎么会遗漏这么重要的证据在现场呢？这分明就是栽赃嫁祸的。哼，谁知道啸天他是不是为了保护他娘才故意说找不到凶手的？你不要忘了，找不到凶手，啸天可是要偿命的，就算是啸天肯，我娘也不肯的。反正现在我已经不再相信你们了，我要自己去找证据。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没有天理，可以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多久？玉哥哥在天有灵，也不会放过他的。丹丹，单公公，丹丹，你们还好吧？听说你们和袁啸天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呢。单公公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大哥的事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单公公，龙秀，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！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就凭我和丹丹的情分，我不帮你们帮谁呀？那你就快把云飞抓起来！像他这种丧尽天良的人，你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好，别急，别急，
你们心中的悲愤我明白，只是这黑衣的证据太薄弱了，就凭这样的证据定云飞死罪我办不到。这样的证据还不够，那要再多牺牲几条人命才够啊。是啊，如果云飞真的有野心的话，他绝不可能就此罢手啊。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就算我们知道凶手是云飞，但是在我们没找到强有力的证据之前，我们对付他就是动私刑，法理难容啊。动私刑又如何，只要能逼他说出实话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千万不可，不要这样做。袁啸天不会善罢甘休，他武功那么高强，如果把他逼急了，他会把我们都杀了。我才不怕呢。如果事情真走到这个地步，为了替大哥报仇，我们只好跟他拼了。你们真的有这个觉悟？为了防止云飞成为另一大江湖祸害，我们只有这么做了。好，我可以帮你们把云飞引出去，让你们动手。不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一概与我无关，而且我也绝对不会承认的，你们说呢？好，等到云飞说出实话，小天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单公公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娘，我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污蔑你，可是你要体谅他们，大哥的死对他们打击太大了。是啊，他们报仇心切，才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免得气坏了身体。东方玉的死，我又何尝不替他们伤心，替他们难过呢？可是如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成仇人，那只会让真正的凶手得意，反而弄得亲痛仇快。可恶，是谁会使出这么恶毒的阴谋，蓄意栽赃陷害娘？这一年多来，江湖上平静无波，如今单公公的出现，一连串的杀孽也跟着来了，我看这件事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是他，他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？我对他太了解了，他的野心那么大，一个小小的太监总管怎么能满足他的权力和欲望？可是我没有充分的证据啊。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哎，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别跟来。